没有医生，是的。先生，你好不好？自己起来走吗？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先生，你好不好？自己起来走吗？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本起交事故啊，发生在今上午4:30许，在台二丙29K 处发生自小客自撞交通事故，造成车内含驾驶五人受伤，送医治疗中，现场并无酒驾情形，目前事故原因仍持续厘清中。现场为自小客车自撞路边电线杆，车上为男性约18到19岁，造成一名重伤，送往基隆长庚医院。其余4名轻伤，分别受到撕裂伤以及手部骨折，分别送往布利基隆医院以及基隆长庚医院。